可能性就是你的旅程精彩所在，每个转弯都充满神秘，每个角落都激动人心。我们为渴望这份可能性的人打造了重新设计的 Lexus ES， 锐意设计，内稳锋芒，线条清晰如雕琢般外观和令人惊艳的轮廓，蓄势待发，时刻准备启程，为你带来在澎湃激情和静默安宁之中自由切换的独特驾驶体验，瞬间点燃驾驭野心，让你无论前往何处都自信松容。ES 的设计取得美学与力量的完美平衡，精准的空气动力学设计让你的驾驶更随心所欲，将风噪和耗油量减至最低，为车身选择时尚色系，定义属于你的美学。 F Sport 套件可选配独特的17和18寸合金轮毂或19寸轮毂。 ES 车型由内而外经日本 Takumi 大师匠心打造及雕琢，营造出动静合一的美学新境界。车舱内细心缝制的座椅无可挑剔，双合面板的每道弧线都精致高雅，细致入微的细节，奢华装饰及令人愉悦的触觉，营造出儒雅尊贵舒适的空间。后座乘客享有近一米的身体空间，让旅程变得舒适奢华。超越舒适， Lexus ES 的科技令驾驶者人车合一，体验更尽情更安全的驾驶体验。迎接拥有选配 12.3 寸多媒体触控屏、三重聚光 LED 前大灯的美好设计，还有无线智能手机充电器实现无缝连接，感受标准两区或三区全自动温度调控带来的舒适与体贴。踏入 ES 让你瞬间觉得宾至如归，透过 Apple CarPlay 及 Android Auto 车载系统轻松使用你的智能手机，享受可选配的17个扬声器的 Mark Levinson 音响系统的听觉盛宴，还可选配后座遮光板增加隐私和舒适度，车上甚至配有平视荧光幕，等你可以专注于前方的道路。使用 Lexus 应用程式，你可以轻松高效地与 ES 爱车连结，连接到你的智能手机，即可使用服务提示、远程启动、锁车和解锁，以及检查门窗状态等功能。全景摄像头可帮你在狭小空间内和狭窄街道上行驶得游刃有余，轻松装取物品只需一个脚踢感应尾门。这些一切由你未启程之时已经考虑周全。Lexus ES 的每个性能都为唤醒淋漓尽致的驾驶乐趣而设计，凭借坚固轻巧的车身，它在高速行驶时仍然可保持完美响应。为提升驾驶性能， Lexus ES 350配有302匹马力 V6 引擎，带来更强劲表现。更令人心潮澎湃的是 Lexus ES 250全轮驱动和 Lexus ES 350车型可选配 F Sport 套件，拥有专属外观造型和独家 F Sport 品牌套件，例如19寸合金轮毂、加厚皮革运动座椅和铝质内舱配饰。第四代 Lexus 自充电式混合动力电动车将燃气引擎和电动摩打自动整合，并回收刹车能量，为驾车提供令人振奋的性能、低排放、无需插电的出色油耗量。选择适合你驾驶风格的模式，通过符合人体工学的驾驶操控和被 LFA 启发的数字仪表板，享受完美驾驶快感。我们将安全放在首位，每部 Lexus ES 都设置标准配备的 Lexus 安全系统加 2.5 自动远灯调节系统，让你更容易看清楚行人和路标，而且不会干扰其他驾驶者。预防撞车系统不但可以感知其他车辆，还可感知行人和单车。褪车时 ，ES 会监看路口状况，并在需要时发出警报和刹车。当你在十字路口转弯时，左转弯路口辅助系统会检测迎面而来的车辆。转向灯让你在转弯时有更好的视野。弯道减速系统可帮你安全过弯。车道巡迹系统可帮助你保持在车道中央安全行驶。如果你偏离车道，带有转向辅助的车道偏离警示系统会向你发出警告，并且在必要时采取预防措施。雷达感应车距维持定速系统可根据前方车辆安全调整你的车速，令你的驾驶轻松自如。
无论你在哪一段旅途之中，要去哪个方向， ES 伴你掌控精彩旅程。Lexus ES